各位观众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我很像刺客教条好的主角呢？哦，这样有没有像？摄影师有没有像？没有。你好，没关系哦，不像没关系，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待会就来试玩一下我们的刺客教条枭雄啦。听说这是故事背景在工业革命的英国伦敦，那到底玩起来会怎么样呢？而且这次的主角他用的不是刀剑，而是用拳头去扁人哦，所以扁起来的快感应该跟以往会有不同的感觉。走，我们现在就去玩一下吧。不过这次的故事背景是在英国的伦敦啊，它这边有很多，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看的预告片有非常非常多的介绍，对，那待会我就会实际来试玩一下，那是新的系统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We can drive in. 哦，会，看来这个老兄他不太喜欢我。我们现在可以 hijack driving， 就是可以抢台。You can take this one, it's empty. That's excellent. And if you press X, you can go fast. OK. Boom. 哇！小心一点哦，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记得他会把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举止。No. Not to me. Not to me. 你英文是什么？I'm good guy. Oh, please don't. 哇，这个一开场到伦敦就马上犯罪啦，非常非常有犯罪天分。哦。Square. There you go. Good. Okay. 他是说，如果你在屋顶上攻击敌人的话，他就不会引起注意，可以用暗杀的。哦，咻。咻。啊 ，nice。所以我把周边所有敌人都杀光了。OK， 有个人爬上来了。I killed a woman. What? I have women in the gangs too. 他说这个游戏现在开始敌人会有女性。Really? 对，我知道老平在想什么，你想摸那个女生尸体，对不对？ Yeah. 我就知道。He want to check the woman's body. Ah, boy. He said he want to buy item and weapon. Sorry. Okay. That's okay. 那你把这整个带走是怎样？捡尸啊 ！I can take her in the house. He said he want to take her in the house. Oh, 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Okay. So let's press eagle vision. No, he's a good guy. Yeah. Don't leave him alone. I think he's an innocent bystander. But good guy.为什么会躲在墙壁里面？这不科学啊！他说他是个天真无邪的好人，好吧 ？Innocent good man。I don't think so。他说绿色是你的队友，你要去救他。不过刚才老皮说，因为队友是男的，他想要走。我可以吗？不要！标志上有眼睛的敌人，就是你惊动他的时候，他会去带其他的人来。Now that you've cleared out the stronghold, you've drawn out Bloody Nora. Was it fun? Did you enjoy the combat? Yes. 他问你好玩吗？非常非常好玩，真心，我会玩他的，好不好？我会买来玩他的。好 ，He said that he will buy it and play in Taiwan. Yes. And you know, he will buy 100 copies to send his friend. 我说你会买100份送给你的朋友。没问题，他出钱。He taking him money. Yeah, I can. 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要被遮什么东西。好了，那我们刚才经过我们试玩之后呢，我们刚才就发现，就是其实玩起来的感觉跟以往刺客教条不太一样哦。而且他在打斗的方式，他其实不是像以前旧作这样子，就是反击无双，反而比较贴近于像大革命那样，就是你必须要有比较精湛的格斗技巧，然后再按在时间上面。所以我刚才按的时候就说，timing， 好不好？没有按timing上面的话，你就会被毒打一顿。我说其实刚才玩起来的时候。其实有点狼狈了，好不好？玩了那么多教条，我还玩那么烂，真是有点惭愧。不过我们刚才就是玩完之后呢，我们还有去看展示的试玩影片，它跟我刚才玩的章节又不太一样哦。像刚才有个马车的关卡，马车关卡它其实你可以在跳到上面去哦，然后就是直接上面马车上面格斗。可是玩之后一个跳别人马车上面去抢他的马车，哇，有没有很猛？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主角有个新武器，不过我们刚才试玩没有玩到，但是展示影片中它新武器就是有点像是钩绳，有没有？可以射到这天花板上面去，然后拉上去上面。别人说他的移动方式的话，不像以前只要还要直接爬墙，可以直接用钩绳，哇，飞檐走壁，有没有帅？超帅，就像是什么人？什么人？我不会跟你讲什么人的啦，我自己去看一下。还有就所谓的帮派战争，帮派战争的话，其实我们刚才最后一幕有一个帮派的打斗，对不对？但是其实在游戏最后面的时候，你还可以去整装你自己的帮派，哦，可能就是透过一些这个玩法，哦，来去操控那些帮派的弟兄们去一直抄家伙去打人，哦，那感觉也是特别特别的爽，哦，所以说这款游戏其实还蛮值得期待的，各位观众。好，相信各位观众应该非常非常想要赶快来玩这款游戏。不过
这款游戏上市时间很快就逼近了，所以大家也不用等太久，就马上玩到了。好，那我们就看看有什么游戏我们玩到的，我们来去玩一下吧。